关系，我们今天在现场呢，我们 看不到阿妹的演唱会，我们可以看到阿迪亚一个小弟弟，他在现场帮大家演唱。那他是一位呢，来自华冈艺校，那也是驻桃园的网络创作歌手哈。虽然呢，他现在呢还没有属于自己呢已经发行的作品，不过我相信指日可待啦哈。或许呢，他就是我们桃园的未来之星，所以你们先看先赢了哈。先掌声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表演，是我们的歌手叫做 Jerr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Jerry， 对，是你又来了，对，昨天好像才来过，对，好，但是今天天气真的很热，要麻烦你一下，比昨天还热，我们今天要 Q， 现在我觉得昨天就是每好几次，我觉得我们观众不知道是太热，可能今天比较热，然后上个月可能比较冷，大家都太冷静，所以你是不是设计一些什么桥段让大家可以互动？设计桥段的部分哦，下去跟大家。拍个手啊，那啊，万一没人给你拍手，岂不是尴尬？大家会跟我拍手吗？应该会吧？大家会吗？会吗？因为现在疫情期间，对不对？可以不要你手伸出去，他会拿酒精给你喷一下。对，你过来让杀菌哦，就带点什么东西。OK。如果你们觉得很开心，可以跟着唱，对，或者是跟着摇一摇，跟着尖叫也行。OK。好，那就欢迎我们的 Jerry。好，那我今天带来第一首歌曲，昨天有来的听众也有听到，今天带来第一首叫《以身相许就好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来吧。找你却不知道应该往哪里
到你就好。手借我好不好？手借我。主打歌好了，希望呢以后每一次来，如果你都有唱这首，大家都要学起来，好吧？我看你今天要善用空间，这么大有没有？你就要市集的朋友，比如说哎、欸、后面的朋友，来我们来请市集的朋友跟我们招招手，辛苦你们了。那今天呢有来参加活动的朋友啊，不管你是逛市集，然后再过来舞台活动，或者是从舞台活动呢，都可以去支持一下市集，这个是精选品项，我自己买了很多，好吧？等一下呢，如果你觉得哎。欸就是觉得瑞姐唱歌很不错啊，那你可以去买个什么东西给瑞姐签名一下，是不是？太早了。不会不会，这签名搞不好很值钱，就像那时候大家不知道毕卡索的话会这么值钱一样。好，可以读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再来什么样子类型的歌曲？好，带来第二首叫《想你的夜》，有点嘻哈，有点抒情，然后送给大家，就是有点混合风格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是混一种混血儿风格的歌曲。差不多，嘻哈混抒情。好啦，掌声欢迎我们的 Jerry。第二首带来《想你的夜》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说没你就不完美，太阳升起了，哦，我想你了，照进心底，也亮得很有颜色。哼着一首歌，是想你的歌，少了一点点是你给我希望的资格。白天你的目光让我红着脸，黑夜天空一声停在纸上面，它呢温暖我封闭的心弦。是你给我的安慰，想你的夜每一天每分每秒都想着。最让我恋爱无时无刻，我瞬间涨红脸，只敢偷偷瞥一眼。在那一个想你的夜，想你的夜，想你的瞬间，每天只想在你身边，在你身边，你在我眼前，一直都是想你的夜，想你的夜，想你的一天，我只想说没你就不完美。Like a butterfly, only you can catch my eye. One who make me fall in love, see the life I trust in mine. 在我心里，你的神话永远都不败，你就是属于我唯一的天才 ，Yeah baby. I just wanna see, I just wanna see you, baby. I just wanna see you, ooh, oh, oh. I just wanna see, I just wanna see you, baby. I just wanna see you, ooh. 在那一个想你的夜，想你的夜，想你的瞬间。每天只想在你身边，在你身边，你在我眼前，一直都是想你的夜，想你的夜，想你的一天，我只想说没你就不完美、yeah
好，谢谢 Jerry。请问你今天有安可曲吗？好，有啦。如果可以。不要不要再如果可以了，已经搞烂了。那个搞砸了。在你思考安可曲要什么呢？我现在宣，就是现在寻人启事一下，好不好？要参加 Battle 海选的邦杰、Leo Love 还有玉成三位小朋友。你们的家长没有走丢，但是你要来报道，等一下要比赛了哈。好，现场呼叫邦杰、Leo Love 还有玉成，对不对？玉成，好，记得哈，要来报道喽。OK， 现场交回给我们的 Jerry， 来安可曲是什么？好，带来的安可曲叫是蔡健雅的《双栖动物》，但是我是用韦礼安的版本，就是。哎呦，那会破音吗？没有破音，我们不看。如果可以，没有破音。如果可以破音这样子。破音，也就是你不能破的时候，你要破音，也是要破得好，破得有技巧，是蛮难的。就是拆开啪个。对对对，要破不破这样。所以等一下是蔡健雅的《双栖动物》，但是韦礼安的版本，对对对，还要值得期待哦。应该大家都有听过《双栖动物》吧？蛮老的，其实这首歌。别这么尴尬，虽然说对，虽然说那个只要你自己不尴尬，尴尬就是别人，但是怕的就是万一别人不尴尬就很糗这样。我大概到后半段，我应该就开始。散步这样子。对，如果你真的，如果真的唱不下去，你就跟 DJ 讲一下，就帮你飞 out 这样就好了。OK OK。对对对，好、啊，那我就今天带来 Jerry 的最后一首歌曲喽。好，带来的是蔡健雅的《双栖动物》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不是前奏是不是？还好我乐理很差，我以为哇前奏好长哦，没事，我们都没人发现。
前是什么路，一看不清楚你的脚步，在不远处我反复将自己说服，就算最终这一场爱的催眠术，结束依然无助，无法和你的相处，不会走进曲折，就算苦也一样没帮助，带来这首《双叶动物》送给大家，谢谢。谢谢。我们 Jerry 也曾经是双栖动物，因为你现在除了唱歌之外，你以前还会跳舞，对不对？那个真的是黑历史，你要不要来一下？不用哦，不用哦，随意来给一下，可以吗？他的指导老师们在现场，你觉得他可以表演跳舞吗？他啦，你也唱一首。你觉得他的舞技是可以见人的吗？不可以。好，老师。老师都犹豫了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对对对，老师可能说可以。不是，如果可以。啊、哦，所以他的舞技还不能见人，是不是？不可以。如果可以，你要不要挑战一下？还是你下个月我们 order 一下？下个月。你就是来一首唱跳歌曲。下个月。好半边啊，哦、OK、欸。你弹丢呢？你赚到了，老师帮你编呢，就给他一小小， okay, 就是你可能歌曲的间奏就跳一下。这样才会红啊！就是走唱歌，就好像有点难。真的好，我们 order 我应该等他唱完之后蠢死在这边。不，我们 order 一下，你可以对嘴啊，不是一堆眼都要对嘴，得罪很多。放那个音档出来，这样子。唱那个唱跳真的不简单，那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。未来，你就让桃园的市民一起见证你的成长。好，试有机会了，有机会试试看。好了，加油了，谢谢 Jerry。谢谢大家，期待下个月你有不同的表现哦，我们都听到了哦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舞台活动。